Hello， 大家好，我是 Tustin。今天影片要跟大家分享加拿大工签以及美国在工签的要求上有哪些的不同。那移民加拿大是许多人会走的途径，就是透过在加拿大工作，增加在加拿大的工作经验分数，来帮助你最终移民分数的提升。不过这时候许多人都有一个疑问，就是我在加拿大所读书的课程是否未来在找工作也必须成为我工作的领域，或是有人会问我是否一定要读哪些科系才可以提升拿到加拿大工作签证的几率呢？那这个问题如果要直接做一个结论的话，就是答案是不用的。那首先，先以美国来说，由于绝大部分留学生都会走 H1B 的路线，所以这里就只谈 H1B 怎么获得。那 H1B 的工作签证是需要透过抽签来取得的，也就代表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获得工作签证。那简单来说呢，如果你的学历越高，那你抽到的几率越高；如果你的学历越低，那你抽到的几率越低。那 H1B 要求从事的职业需要与你自己所学的专业科系有高度的相关性。例如，你想要做 software engineer， 你最好就是学 computer science。并且呢，其实 H1B 它目前抽签是每年不到9万个名额了，也就是说，名额抽完了你就没有机会获得工签。那换成另外一边来看，加拿大留学生毕业后直接拿的工作签证叫做毕业后工签，基本上就是只要在加拿大指定的认证机构读完书，毕业后就可以拿到相对应的工作签证。那申请的通过率是，如果你没有任何特殊状况，像是犯罪记录啊、记录境内违法等等，基本上是100%通过的。那和 H1B 相比，我认为它更宽松，还有更有弹性的部分，就是你所就读的课程并不需要未来成为你的职业，那你毕业后可以自行选择为任何的雇主来工作。那以我自己来说呢，我就读的就是 marketing， 那工作的内容是 account management， 那与我所直接学习的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并且呢，它也没有名额限制的。只要是应届毕业生，人人都可以申请。那我知道很多美国的留学生之所以毕业找不到工作，就是因为科系的选择和你毕业后的就业市场的供给不如毕业生的这个数量，造成许多人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就只能回国。那这样就更不用说他们想要拿绿卡，就成为公民等等。所以如果你不是选择 STEM 的专业，像是科学、科技、工程还有数学，那你基本上要拿到工签的几率就很低，因为这几个是美国政府主力提供国家经济发展跟竞争力的专业领域。那这些领域它发展快速嘛，所以它的人才需求也很高。那所以除此之外的科系呢，都不容易申请上。因此以上就可以看到，相较于留在美国发展甚至是成为美国的公民，在加拿大其实是简单的非常的多。光是不用被限制必须要找到跟自己所学的相关产业为工作的话，就已经是非常有弹性的事情。再来就是加拿大的政府希望在短期之内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这个移民人数，那在政策上也是有这个加拿大政府的支持。那未来政策上面改变很难说了，但只要你在台湾有几年的工作经验，并且在加拿大工作或是读书过，你分数去加总后，我认为每个人都会很有机会可以移民到加拿大。那以上就是加拿大和美国在工签上要求的不同，那未来就可以不用误会说在加拿大读书毕业后还要受政府的这个工作产业类别的限制，可以放心追求自己喜欢的课程。那今天的影片就很快速在这边结束，所以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